我是公关列车长台白西年三月二十九号瑞芳瑞芳站八点五十一分，还是示意我次哦。耶，那个北湖发车就沿线到芙蓉的一绿色小时阳面组，首度进入瑞芳站停靠，有九一圈的，又是多一个列次，超感动，又多一个列次，九一一圈的在。瑞芳，瑞芳那时你看哦，是一五二次哦。如果你喜欢片跟妈咱们多多点我们的，以及观看片，然后再见，拜拜。我的是一五二次，经由宜兰县开往芙蓉的有九一一圈的，盈利收益加上面总共九百行圈的，在瑞芳站首度停靠哦。开启车门，复兴号末班复兴号，号车本次列车。沿途停靠八堵、汐止、松山、台北、板桥、树林、中联站、树林六零五次复兴号，末班复兴号，在瑞芳站来就准备复兴号。后，请拿复兴号，末班复兴。你要说你非常的难过。以后就没有复兴号可以搭了，太棒了！太棒了！换一个门。旅客您好，第二月台 A 侧即将进站的六零五次末班复兴号，好，示意我是九百，感谢支持，再见，拜拜。好，再见，拜拜。复兴号。